1234 1234 1234 1234转。啊！有读者影到今朝八点啊！呢个红衣女人喺蓝田上车之后咧，就起势蹦叉叉啊！本来自己跳唔影响到人嘅话咧，都冇乜嘢嘅。自闭呢个红衣女人好骚扰啊！佢本来拎住本记事簿嘅，系咁周围去即系会拎本簿拍下人哋手臂啊，跟住又会即系拎本簿周围喺度撩下咁样咯。系撩完之后咧就会喺人哋。即系身面前就跳舞咁样咯，有啲就闹佢咯，有啲就行开咯，即刻转咗，即系即刻就走去隔篱车厢咁样咯。哦，咁样，咁但系佢有冇讲啲乜嘢咁样？咁佢又冇讲嘢，继续自己即系再去跳啊咁。闹佢，佢又行远少少，跟住又继续跳咁样咯，觉得怪怪地咯，佢系咯，咁唔知系咪即系投入咗自己，即系自己。跳舞当中咁样咯。阿庄生话：个女人咧，最后旺角嗰度落咗车啦。唉，其实地铁真系有咁好跳嘅咩？冇耐之前咧，有位伯伯喺地铁跳 MJ， 佢嘅舞技啊，仲得到唔少网民嘅欣赏添。都系嗰句啦，喺唔影响到人嘅情况底下，自娱一下咧，相信大家都唔反对嘅。但如果好似红衣女咁周围拍人骚扰人，咁就唔好啦。大家有咩意见呢？欢迎留言俾 like 同 share 条片嘅，仲有订阅我哋，下条片再见啦。